你不要看里面商店没有？没有啊。商店没有？没有啊。那他就走进去商店。至此，国军在金三角的最后武力部署正式结束。这一群曾被世界遗忘的人，虽曾天地不容，却努力拼搏，融入不同的国度。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否记得这群忠贞的孤军部队当年曾在异国土地上牵制中共西南兵力，护卫台海安全，创造出这个差一点成功的异域故事？把你的尸体往这边靠近一点，看这里有一个云南反共抗日大学的学员手册，然后你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个杨金柱同志，那他其实是我的外公，就是在前年开馆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妈妈知道外公是军人，但是然后又刚好，然后又是云南的，就是因为我外公是云南人，然后又是云南的军人，然后我妈就想说可能跟这个故事馆会有点关系，然后就去翻了一下外公留下来的东西，就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外公曾经是反共军的一员，然后就有机会下被我妈拉来这边做导览志工。那你知道像导览志工就是他就是志工嘛，没有钱，然后我妈她就是导览员，就是有钱拿的那一种，那我就是来这边做善事，洗洗夜照。然后你在我们正后方看，墙上有各式各样的武器。那中间第三排，那就是我们国军照常在使用的武器，就是M16。然后左边呢，就是共军在使用的，中间那把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就是它的外观是 AK-47，然后是由中国军方。俄罗斯的 AK-47 去打造，那它的零部件98%会跟 AK-47 一样。右手边呢就有比较有名的就是日制的38式步枪，因为它枪非常的长。那为什么要设计那么长呢？是因为在近身搏斗的时候，日本人的个子又矮小，然后那个枪上面有那个刀具，所以它。把它设计非常长，让他们在近身搏斗的时候要能够善用那个武器。然后这里呢有一把卡宾枪，你们可以拿拿看，就是当时军人最常在用的卡宾枪，然后它的重量呢跟真枪是就是1:1去打造的。那有兴趣的话，你们要拿拿看吗？然后枪口就是尽量就是枪口就是不要对着人，然后那个习惯动作不要对着我。
他会给你拍照。那这里其实还有钢盔，那个钢盔男生的话应该就不用戴，女生可以戴戴看，就是它的重量其实也是跟那个就像国军在使用的钢盔是一样的。然后那个刚好说到董事长，他是在15岁的时候加入部队。那你们可能会觉得加入部队就是家境比较贫困清寒啊，但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家是缅甸华侨。那大家应该都知道，缅甸华侨在缅甸要么就是做建商嘛，要么就是做翡翠厂，翡翠厂。那你们可以看到一下，这个就是他家里写给他的东西，最左边那个，你可以看一下上面写的，因为他当时在军中生活，然后他家就寄了一封信里面，然后信里面有1500元的纸，在当时那个年代，1500元应该可以买个10栋房子吧。再往后面看，后面就是比较偏向情报专区，因为在公共部队解散后，董事长被吸收成为情报人员，然后他这也就演示了他们当时情报人员会使用的一种传递文件资料所使用的密写文件。那要怎么写？就是用特殊的墨水写完这个写完他们要传递的资料，然后再泡到味精水里面，就是你们吃东西会加的那个味精，然后泡到味精水里面字就会不见。那要怎么浮现出来？就是放在火上面烘烤，就会像这个样子，就像有烤过的痕迹。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用洗米水，用洗米水写字，然后写完字那个水就会干掉嘛。那要怎么让它浮现？就是加碘酒。我们擦伤口用的那个碘酒，因为洗米水是淀粉，那淀粉就是碰到碘酒会有化学反应，字一样会浮现出来。然后再往这边看，这个是电报机，摩斯密码。一般人应该也比较少看到，或者是可能男生做通讯兵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摩斯密码机器。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做摩斯，他们在。这个通讯兵会有一本电码本，那电码本你可以看，它就跟我们的字典很像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它一个字会有四个数字组成，然后我们再往那边看，这边有1到0，1234589，然后这里示范一个最简单的这个小丑的丑，它上面就是0010。那零的话就是5个长音，这样。不好意思，5个长音。现在打完2个零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一。还有零。就是打完这些才能知道这是。这个字小丑的那个丑这个字，所以呢，刚刚我算一下的话，应该就知道一个字有20个音节，然后他们可能打一段文字就打100个音节，那他们的耳朵其实非常的灵敏，就是他们要听那个音节，然后耳朵非常灵敏。然后这里讲个最简单的求救讯号，就是左下角那个 SOS， 三个。作战，然后女生可能他们会觉得是一种累赘，那就跟这个小女孩说，你可能在这边等我，我去采个香蕉或者是找个东西，然后可能这一等就是等20-30年，甚至是永远。那我们这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大家都知道国旗屋嘛，国旗屋张老旺爷爷，然后他的妹妹也是，因为他们是云南人，然后。记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世的军人，然后，
刚好有想到金三角、滇缅这个地方嘛。那金三角是哪三个地方？就是缅甸、泰国跟寮国中间的交界处，有个湄公河。然后那边因为地形复杂，所以被当地的毒枭占领，然后用来制作，用来种植罂粟花。那罂粟花怎么从罂粟花制作成毒品、鸦片，甚至是海洛因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屏幕上面有绿色一堆一颗的果实，然后把它果实摘下来之后，用刀把它划个口出来，就会像看到这图片上面，它流出白色的汁液。那个白色的汁液去经过提炼，就会变成最原始的生腌面包。那再如果再经过化学提炼呢，就会变成海。要准备就是再反攻大陆。那后来没有成功，反攻大陆没有成功，又有了二次撤军。第二次撤军撤到哪里呢？撤到了清境农场。我们去清境农场就可以看到一些他们的云南少数民族的餐馆。然后你们可以注意看一下门上的那个门帘，右手边那个门帘有三个字不一样。有，你们可以找一下是哪三个字，然后等一下我再问你们。那可以往外面移动，对。有人看出来是哪三个字吗？这张有三个字不一样，汉少一点，对，这个是国，就是中国，我们国共，对啊，国共，没有战是正常，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中，他们的中心点比较多一点，然后这就是汉点比较少一点，很有意思的对联。那再往这边走呢，这就是当时国家给军人眷村的房舍大小，差不多四坪大，然后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然后你可以看到可能会出现在电视墙上，可以拍照记录。然后这个两块石碑呢，就是当时因为有了食衣住行，当然还有娱乐嘛。那就是他们盖运动中心，现在的云南文化中学就是以前的一个篮球场运动中心，这也是当时刻的石碑。然后的拆迁的时候，被有些人就是留下来，直到我们盖了这座故事馆，然后他就捐出来给我们做反射用。那这区榕区呢是最后一区，然后谢谢大家的参观，谢谢大家。
Yeah.